2024年1月28日，今天是礼拜年哈。啊，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寒流的影响，各地气温拢非常的低哈。啊，同时的又搁有混合区等雨啦哈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各地拢有可能出现着这个局部短暂雨。故你听到12月18日，啊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较南温度7度到18度哈，这是咱天气状况，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来，感谢啊，今晚呢，咱来加进行到今日的节目，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。来，首先咱啊，终于看到这个赖副总统。嘛是总统当选人，包括吼啊，小米琴副总统当选人吼，开始来做这个社票，全国社票的行程啊吼。啊，从第一站就是来到高雄啊，包括屏东吼，咱来个听看卖。民进党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小米琴呐。昨昏已经启动了全台湾社票甲感恩的便当会啦。除了感谢各地的副选干部甲志工以外，嘛正斟酌来听到基层的意见。赖清德中昼呢，甲着几啊百名高雄的后援会的干部吃便当的时阵，伊强调啦，伊讲未来的四冬会做了搁较侪。嘛，要好少年家囡仔吼有感受啦。外清德甲小米琴昨昏对高雄啊，对屏东来出发，打算两礼拜要坐台湾一日啦。啊，第一场诶感恩屏东会呢啊，伫中岛伫红山河乐宴会。宴会馆来举行，包括高雄八名的立委当选人，一个党籍的民意代表啊，晚会的干部等几啊百人来到现场，也唔过现场并无开放媒体来采访啦。八名的立委当选人，包括市长陈其迈、议长吼啊孔如行轮番上台来演讲，感谢啊晚会干部的收听啦。啊，和高雄的立委也当专雷达赖清德的当高票当选，根据专达咧讲赖清德呢上台致辞的时阵啊，首先来感谢这次总统的大选伫高雄啊开出了未歹的票数，立委专雷达未来保护国家安全会放伫第一优先呐。啊，那第二呢会甲吼啊民主的定义继续合作，互咱台湾更加安全，经济会当更加发展。伊嘛答应未来四年就对个啦，会特别加强经济。这一地，啊，那第三呢？啊，就要支持少年家囡仔，甲少年家囡仔徛社会。过去八年，蔡英文总统为少年家囡仔做出上济的总统啦，但是有可能有人吼，感觉一个无够，未来四冬伊会做较济，好只的少年家囡仔看呢。啊，那对着这个竞选时阵的停台员的团队，赖清德认为讲，并不是随着大选结束了后就解散呢。是要继续延续下去呢，在各地方啊，听更加多，看更加多，帮助了解有对一大吼啊，政府做了无够的所在，和未来国会当更加好。小米琴嘛，对着支持者吼啊，表达感谢啦。伊表示讲离开这个美国，转来到台湾，也搁伫咧适应台湾的生活步调，这段期间深深感受着大家的斗三工。五万以来社会向前行吼，另外咱那个看屏东这场啦吼，总统当选人副总统赖清德的昨昏下晡对高雄，变来到屏东来举办吼感恩的大会，伊嘛强调啦，各主权变经济平衡台湾，伊认为经济上个要紧呢，民以食为天呐、啊，伊嘛要带着立委共同来推动经济发展。副总统啊，总统、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呢，昨昏启动社票甲感恩的行程，透早伫高雄下晡，就随赶到屏东的维多利亚的宴会馆，甲民进党籍的这个屏东馆长周春美、屏东的三名立委当选人张嘉滨、吴丽华、施富贵啊，各后援会干部，我那有几啊名？
展开大会，感谢屏东的乡亲的支持，和两人这次的选举也当摕下了最高票，包括立委全瑞达。罗清德表示，第一啦，台湾主权要顾好掉，保护台湾民主自由、人权、制度的生活方式要维护啦。不管中国安怎样啊威胁啦吼啊，拢爱坚持，无可能去接受九二共识变成一国两制。第二，发展台湾的经济未来会继续壮大啊，这个科技、高科技的产业啊，并且呢啊，尽量来协助南部、南部来迁徙啦。而且科技的产业的照顾，中小企业嘛都爱支持呢。第三，爱平均。平均台湾发展屏东，包括屏南快速道路高频啊，离快捷运的延伸，高科技的产业。小美琴除了感谢屏东的支持，也表示回来台湾真地啦，就来到屏东三座啊呢。啊，这次当选的两位张嘉宾，就是伊20多年的兄弟甲战友啦。徐富贵是资深基层的工作者，吴丽华更加有特殊。介有特殊的缘分呐，以这个立法院一刀啊，四当中就是交予吴丽华继续为乡亲来打拼。感恩地会了后，罗清德下晡又过来到屏东的大天宫来参香啦，受到吼啊，酒底下的乡亲安尼真热烈的欢迎呢。三十日加吼，罗副总统啊签名啦，要握手啦，更加有民众安尼真欢喜底下祝贺啦，迄、那个气氛真欢乐。罗清德强调，我即马是台湾的队长，阿、恁是台湾的队员。罗清德对乡亲啊表示呢，选举结束，台湾队无解散哦。未来乡里有啥物问题，请乡亲赶紧甲政府反映，问题来赶紧解决，地方才会赶紧进步啦。所以昨天罗清德安尼一讲吼啊，走两关市吼，就是高雄甲屏东啦吼。这车票是一定会啦，拢要四过行的嘛。啊，同时点嘛，为了一寡只了做胡算的干部啦，什么种种啦吼。那不离个别咧，再来四工前就是这个做啥呢？这19号啦。十九号偌清就讲偌伤心呢。这偌清就有一个阿金嘛，阿金吼，阿细汉时咱知影偌清到家境唔到歹嘛，对不对？吼，都作无钱就对。单亲。哎，阿个单亲嘛，吼，老爸足早就伫个做矿工，矿工内底叫王先生。几个月嘛？哎，对，买住那伊，到底是不多啦，还是几个月啊？三个月。三个月。哎，总讲因这个阿金有无吼，拢甲因斗相共啦，我正甲伊照顾安尼就对。啊，结果吼，咱这个做13号选总统哩，因这个阿金吼95岁啊，煞伫咧12号的时阵往先去安尼啊，走完。再回去算啦。回去算啦。应该无啦，95岁啊。13号，咱因为13到年嘛，就算因大金啦。因大金12号就过往去啊，12号就对啊嘛，哎，到票正式讲到许过往去啊，食到95岁啦吼。啊，罗天就听这个消息了后，足艰苦啊。这个做19号的时阵呐，讲去到因阿金的迄个就做三的迄个灵堂顶面那个，迄个念香就对吼。啊，罗天就一件咪哩尔吼，迄香是足够手无第二句的，卜一个水龟了，哎，水龟了就对吼。啊，底下咧念讲啊，因阿金较早是安那甲因照顾啦，三种种念伫嘴头啦。我看啊，有看到伊动算的吼。啊，无啦，无啦。无啦，你讲公共的公，不一定台湾，台湾的总统啊。啊，这个影片哦，伫网络上好，即马传家啦吼。啊，大家咧讲讲吼，偌像个真正，很感受到是讲，这算大金啊啦吼。诶，大金的，这算因大金啦吼。啊，这个偌像个主要就是咧讲讲细汉的时阵啊。
出来做艰苦过的时阵吼，因这个阿金啊，互因兜做大迄个帮忙安尼啦。哦，刚刚从创业第二老母安尼就对啦吼。这应该是算这个罗清德因妈妈的大汉后生嘛，大兄的某啦。对啦，的姑阿姑的某啦。大姑大姑的某就是大汉的，就是大哥的某。嗯，因老母的兄哥。哥哥就对啦。兄哥的某。哎啦，兄哥啦，人讲天顶天公啦，地。无故宫啦，无有人咧讲讲你是一个总统，应该嘛会当唔免贵啊。嗯嗯嗯嗯。啊，这亲情啦，这无讲啦。啊，这讲这阿基本对来讲，是阿姑，迄无故是上大。无故上大个啊，系啊。啊边啊边啊，嘛有人伫高压尾啊有啦，这底下讲个闹更甜啦吼。嗯。啊，这人个重感情个人，你都若无这个经验，对一个人，哎，好可怜个，当安尼。欢欢喜喜，阿你两天我底下咧参拜，都无可能啊！那个通通系出身大龙产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诶，无只亲戚咧，大家就大家就是安尼话落去。讲一月十三，一月十三号，即个就做三咧票开出来了，确定赖清德已经当选总统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赖清德因兜个亲人就随向因阿金哦，报告。民警的报告讲啊，清德已经当选了，阿先啊阿哥无。阿成啊，要你等八点，当时要开哦。恭喜！哈，还是真正啊，来来，影片应该大家拢有看到，安尼就对啦。这讲一个美国的迄、那个，一个美国的这个网络红人专工吼，变来到台湾、来迄个参观到这处的这个总统大山产的，观察阿多尔先说对华清帝吼去因大金遐，一定等去家念香底下拜拜，过程当中来去拜。对啦，对哎啦，还有另外一个阿姑吼，罗清德另外个有一个阿姑啊，即马是家人亲人中的主位就对啦，吼、啊，因这个阿姑呢吼，全部因的亲人拢全部拢到吼，啊，罗清德有哪一向人家的长辈时段吼，第二安尼就对啦吼，哎啊啊，这个罗清德，我这边叫那贵个兄哥咧，但是这时阵拢个人个家己，个家拢面面啊，啊，哎、啊啊啊啊，阿金。那照这个新闻稿咧讲讲，因阿金吼，伫足细汉的时阵，就加上第二个老母安尼啦，哦，过条条安尼啊，高山迄个交通吼，去古这里那无方便，你讲对家人要去到办理事项啦，对啊，坐路有够远的，就伫迄个山顶面咧，对啊，你佮中间去啊，你佮超过，拢会炸乖咧。迄个食的啦，还是啥物啦？吼，或者囡仔咧，加叫物件食咧，啊，所以罗清德有人咧讲讲罗清德吼，加边啊足够，歹命囡仔。嗯。哎，讲歹命囡仔，啊，但是做总统啊，嗰啲歹命囡仔，不。咱要看罗清德细汉迄个行动的过程了，对啊。哦，啊，了后伫政治内底，当然伊要做医生嘛。嗯。啊，打伫政治了，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对不对？吼，但是好不容易即马选掉总统，哇！国会无过半，国会都无过，啊无过半，阿伯啊挑战，大家都知影吼。所以咧，国民党甲白贼哥啊，伊当作对是要来去创的，阿边啊是啊，阿边啊生下去嘛是艰苦的呀，嘛是艰苦囡仔出身的呀，对不对？阿了后打了政治了哦，变成一路就正顺嘛，阿了选到总统。迄阵唔是无过半嘅，迄阵差人有够济，我差人有够济色嘅就对啦哈。哎，好啦哈，啊再给咱做一个报告安尼就对哈。那是偌清德嘅阿金安尼啦哈，即对偌清德来讲，甚至甚至偌清做系啊，偌清德伊嘛过一个跌啦，讲就是即卖吼，迄个吉隆市议长，吉隆市市议会议长啊，跌啦。跌啦！哦，迄、那个算迄、那个标，迄、那个算跌啦啦，算因算因阿姑的后生啦。哇、哦，偌清德安尼引导去洪水站哦，啊叫做董祖伟啦，哎，先讲掉啦，因都往去电影先讲掉。啊，那都爱这大金是先靠，家人人先靠真济啦，先靠。因迄个做强调主位，迄个嘛是先动。哎呀，姑啊，哎呀，姑啊，哎呀，姑啊，系啊，哎，先动嘅。哎，那个阿姑就昨昏背罗清德来到这个，对这个所在嘛，啊，因咧年岁较有诶人，拢会习惯讲，伫咧皇帝过程当中吼，拜完煞伫咧皇帝过程当中吼，啊，人就，迄个时势就捧地，特别请阿姑阿姑嘛来到这，啊，罗清德就坐伫迄个阿姑诶边啊。
啊，迄只古的派势，讲无啦，皇帝爱信皇帝啦，讲无啦，讲啊你，讲啊你啦，我真的讲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你讲皇帝爱，啊都，都即马都念香拜完啦，啊都阿古偌钱都拢，哎，扩大时阵啊，叫民主社会啊，啊，今日时势，你就想迄个大官大官位的时势，就底下你爱讲皇帝嘛，啊，对啦。啊！特别怕我那姑那姑讲不了，皇帝是啦，是讲对啦，是安尼是安尼啦。啊，当然，讲皇帝是迄个，做咱口头安尼咧讲嘅，大家算唔当是总统任命算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皇帝是正义总统讲嘅。有啦有啦有啦，哈，好啦好啦，我即句，你看啦，可能我讲嘅话过主咯。即句话叫习近平听听，我哋也讲讲，皇帝是挂咧，拜托咧，幸福啲啊，幸福唔啲啊咧。好好，这是大清朝啊，大影片。然后大家吃甘心买就对了哈，好嘞，感谢啊，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，来哦，这波寒流哈，真正有感受到哈，这到底是怎嘛？现在年会有啊，变有感受到还是安那样啊？你讲的会就会差啦，我怎么知啊？什么叫做寡呢？就会是嘛，今嘛较知啊，人多好较低啦，以前唔知啊啦。以前用啦，无感受。以前的客用啦，我有用啦，无感觉。我以前打打那种中华，我来聊天啊。我拄你拄我行出阳台咧，吃阮的笋糕，起那些猪鼻口，我就要吃掉啦，掉透死的啦。妈妈，唔好看我这真劲的。不要不要啊！我前天刚到，以前讲我这个头壳爱波纹，爱波纹就对啦。我讲嘛，咱听话。他炸那个霸王级的含油能先放在两年了呀，大家没问那贵啊，那密密麻麻有的哦。哎，稀疏的。哎，那种不用，那个时阵呢，阿先那几回呢，对不对？能先放在两年嘛？能先放在那个？系啊，不当钱啦。那超级含油来，我们比如电话来呢，讲来吃石斑灰哥啦 ，OK， 无问题，青菜三碗来就处理，徛在永安呢。海边啊，喺永安咧海边咧，迄个风滑蛋咧，好啊，都食火锅食食，有感觉啦，拢未感觉哦，啊咋啲，咋系？中华哥唔是未感觉啦，阿妈唔是未感觉系啉，是爱食也过啉啦，是啊，听到石斑灰哥，大家慢慢熟悉，趣味啦，主要是主要大家期待啊。阿龙乌兰道，你敢知？我搁伫个蛋鸡的 N 边啊，吃什么事啊？啊，你上人个社会个所在，煞无内面煞无关下做素食？不不，我了个去永安的海边，哦，去阿圣龙，哦，嘿，圣龙啊，大家手拢捧起个 N 边，哦，我一个渣呢，你看他个怕你，我笑诶。我讲啊，今年前一餐，到你一定会听到了，对啦。好你别好你别别用起来。我今仔来公司，对阮兜出门，徛来到公司，我停落来两单，食两支烟。行啊。我我食烟就会袂寒，食烟就烧昏头四百多。无啊，你即马就拢停落来哦。唔是，无，我即下拢停落来就。哦，啊，你树较乌啦，树较过瘾啦。系啊，无你若桥倒来咧树吼，两三手去哦，风吹到就无去啊。我真正。有感受啊！吼，啊，大家注意啊，这波真强，我而且水气去旺盛啊，下波开始水气就减弱啊，广告拜喜啦，啊，广告拜喜啊，那就对吼，啊，南部这边只，但系唔见得去减弱，咱只个无感觉落雨安尼啊，有啊。我了我弄了，弄了啊！人家没了，人家弄了好了，人家没了，当姑没了，当姑没了，当姑没了，中西区北区也落了，当姑没了，哎，交关那落啊，对啊，咱当姑就评价没了，没了，我比北区出来时，当落落啊，当只大哭哭啊，对啊，两两两，啊我手头都没收落，那是不是？我手头都没收底了嘞，他挂手的淡的嘛，啊淡的就来吃火，没挂上点点这个，挂掉还点点这个呢，哦，哎，这大小在给您挂哈，啊这不乱哈。咱只能哦，先把收了哦，先会更爱过好哦，先会更好，心中啊哈。啊少年啊，蛮多强啊，哎，不要想想做空啊命，你先别讲。来，进攻哥来，先来。哎，陆叔哦。哎。那我先啊，我有人。好的，先啊。哎。我听恁的电台听这么多年。我知，但我是讲，你甲阮公司讲，你食恁的产品袂歹，啊，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者，啊，是啥物情形？讲咧。马吉，你着照实讲得，啊，你情形是啥物情形啊？
原本、哦、原本什么情况？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吧。不让下，我是讲你原本状况是身体是感觉安那开，想要食安那。我是脚手下背痒痒啊。会安那皮肤痒啦，吼、啊，哦哦痒痒哦，吼吼吼吼，脚手会痒了，对。痒啊，手啊痒啦。嗯，哎、啊，是食物件过敏，还是平常时都拢在痒啊？平常时都安尼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哦啊。系啊。啊，敢敢我去医生看过？有啊，去看到看迄个做，迄个皮肤科啊。啊，皮肤科啊，皮肤科的医师甲你讲啊啦。啊，伊甲我讲我过敏啊。啊，过敏，过敏吼。啊，你食咱的士多山，食了即摆安尼改善了呢嘿。啊，我一天食十二粒，然后照常顿食，一天食四，一盖食四粒啊。哦哦，啊，照常顿食。就食十二粒，即款食无几工呢。啊，你即摆你即摆食呢？来，你的皮肤过敏的诶状况即摆呐？好去啦！哦，安尼哦，对，啊，你都好去，你都，哦哦哦，啊，你都阿伯哥安尼聊安尼讲安尼就对啦。系啦，我讲了讲了。这回恁就上电视歌，我敢聊两聊咯。啊，你，这个电路书吼，你讲迄皮肤过敏会聊迄偌久的时间呐？哦，真久啊！真久了，对啦，真久差不多偌久？四五十年咯。哦，安尼啊，待足久了，对啦。四五十年，啊，你都无叫医生看吗？啊，皮肤科甲讲过敏啊。哦，啊，就过敏就是咧，食就是拢无效了，对啦，就一直食着万兴人公司的产品哦。无效，是是。诶，药膏真系半万无。拢无效，过敏。啊，结果你食咱那是多山食者，真蛮好伊的对。我自家食死了啊！我真系唔得食死了，一罐无几工咧。哎、啊，像迄天气啦冷吼，天气啦冷，迄照你讲会上啊，佫较厉害。啊，即个天气冷拢未啊啦，拢未上。我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甲你讲，嘿嘿。系啊。啊，佫、啊、有甚物？你讲，你讲上珍珠哥，我甲你叫你十罐，上两个珍珠。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！你即个做啥？啊，佫有其他的症状无？啊，佫有甚物其他症状？啊，都少啊。少就对了。哦、啊。欸啊，即摆我那赶快有改善就对啦。有啊，有改善啦。哦，最好最好，安尼甲你恭喜嘿，感谢听你安尼讲嘛。我今啊买恁的商品买几啊十万啊。啊哦哟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啊，健康上盖好啊。一罐开开无几工都无啊。是。那么，安在食好有效，唔了上重要。系啊，对对。一加四粒啊，啊，三十二十二粒。安尼好。陈女士，那无何你信心你啊，无可能搞恁买只真物件咧使用啦。哎，这回陈主哥，我买二十罐呐。哦哦哦哦，安尼好。二十罐，搁上六罐呐。啊对啊，二十罐哦呢。是是是。我两卡陈主哥啊。哦，安尼赞安尼赞。我一卡不要五十件啊。哦，这样，我这做阿妈又搞好。啊，你那个是厝边隔壁啦，系搞到小报一个呢。哇，我有搞到小报呢。哇，你哦，做感谢，做感谢，多谢你啦。系啊。啊，你好，第五叔，啊，咱咧把你问个只，啊，恁来搞铁棍，啊，有人来带人佚佗哈。是是。好，我大家放正点，接不吧。好，身体健康啊，身体健康。好，多谢，拜拜，多谢，多谢。来非常的感谢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，咱都家吼啊，这个郑女士这彰化人吼，伊伫这部当中嘛讲啊真清楚，过敏啊，过敏这种状况吼，咱讲实在，咱讲科得医生啊，过敏不一定的皮肤会痒呢，过敏有当时啊偏啊过敏，有当时啊皮肤痒，有当时啊目睭痒，有当时啊对待无爽快有够侪。啊！但是伊讲过了十年了呢，啊，伊冇去看医生啊，啊，医生就讲出讲嘛，就过敏了，无变啦。啊，我当时啊，这个过敏这个物件，你要讲伊是病吗？伊敢那嘛唔是病，啊，你讲唔是病，伊又个是病啊，困了你真久啊。所以咱兴山洗脱山了后，嘛不外久的时间，过敏的状况，就个改善，我告诉你，起码免白免咬啊。啊，这有当时啊，这个过敏引起来的皮肤痒、皮肤白、咬了对啊，过年他没有。你就感觉身体你就哪里无爽快的话就对了啦，你就开始吼，跟你过敏，跟你叫，尤其看你时啊上高这个状况出现啦吼，啊这坦白讲，医生伊无法度能做出一个吼啊，真清楚的解说的原因出来，我嘛无法度讲，啊但是以前新山许多山，你啊公司嘛过敏都无去啊。咱中华电路输啦吼，个扫啊，扫码是同款啦，反正这个扫码和这个过敏有关的，人来嘛一定啊。人来讲，医生都惊病扫你下咧，对啊，扫码要惊了，系啊，结果拢啊改善啊真好。啊，咱都只有听到吼，伊嘛是用咱新山公司的产品足够啊啦，
啊，其实如果吼，伊哪公输用了无信心，伊也袂一直在在里三，一直买个买，一直购买，一直购买。人做现实的，你我食物件食了无好，我一直甲你买买红啊。我讲听啊，钱吼，唔是家己咧用的啦吼，这就是一定食了好，有效有信心，伊唔想继续购买啦吼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咱新航公司啊，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啊，即马正咧啊进行当中哦。每一年诶，这个时阵，新航公司拢会来做一次诶周年庆会活动。啊，伫这个周年庆的活动，咱最主要就是讲，要来感谢对方啊，长期间来支持新航公司，支持台湾人俱乐部，和台湾人俱乐部吼，有开来继续伫空中为他们做服务。所以这段期间的周年庆活动就是在回馈，就是在回馈了啊，当然这个回馈啊，一次个别十罐啊，好个别五罐啊，好就对了啦吼。这段期间咱大家当好好把握吼啊，这信山公司这个周年庆活动过去来，咱来去恢复原本正常的方式啊。啊，咱伫这个啊周年庆，咱一次个别十罐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吼。咱有杀出大大的精品，要来赠送给咱买十款的朋友哦。买十款的朋友，你当阿经东莞十人份的电子歌一台，你要阿经这个欧姆龙啊，这个血压机一台，这么拢会用起。经六七七七吼，既然咱台湾最最近刚米米破一领，这拢会用起。尤其最近这礼拜来吼，含油安尼正令吼，阿祖哥咱这个民间配祖哥，恁那是讲加固啊啦吼。咱讲实在，都无卫生以外哦，嘛较厉害点啊少啊，即不比古早来讲会当吼去电翻电拍，啊，即马要去对翻啊，要去对拍嘛唔知影咧，啊，所以你即批即个物件，你要吼教好爽快，教好舒适，你就是吼换新换新，啊，尤其咱中辈时代吼比较吼，迄、那个体温较不像即个少年家囡仔温度较灵快，六七七七正人工的棉被，咱来个加吼，这段时间咧加会当足爽快足舒适啦吼。当然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三十粒针的惠安素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希乐通、希乐清、软骨素，咱这回啊，这个周年庆的活动，你会当经六十粒，经六十粒，互你做奖品哦。今年又个咁样加中出一罐出来啊，咧哦，机会难得，来咱好好把握。啊，咱度假所念到的奖品，就是经一行为完结，包括这回各位各款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一罐以外，每个款的朋友，咱这回会当个经啥呢？调酸吼，原本放二十罐做精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真的惠安素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、软骨素三十粒哦。咱就回买五罐的朋友，你原来当金定三十粒信山公司的产品的做，和你做精品哦，机会难得。当然，咱要个金吼单手把汤锅一支，你要金吼阿伯啊，这个白沙湾起个一条金保温杯一支。金冰糖燕窝一啦，还是讲你要个金大香的番薯一啦，金无环子的洗头毛巾一罐，金无环子的洗发精一包，拢会使啦。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啦吼，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，走入来欣赏这首歌曲。创新好所来演唱，异乡梦月想起你。
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，转国宾会的机会转线，空不空空，空五八六六。办哈，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，啊，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啊，咱宣传公司周年庆的活动，啊，咱持续经营当中哈，听众朋友，啊，咱这个得把机会啊来甲恁叫回收，我当详细询问公司为咱准备正式用的奖品平安的哈。好嘞，咱继续再来进行这部今天的拜礼，啊，来到咱这部现场有缘台南国民地口咱地方标建良啦哈，来建良，请台中中华收听众。不用问好的啦。阿兄弟有你啊，大家老早吼，中国听这边的老早，我是建良，是建良老早哈，来建良，今麦来，咱就对国际新闻先来个看起来。这个国际新闻吼，咱第一条先来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无聊的国家吼，做些真奇怪、真无聊的代志吼，但是。咱知影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，大部分的讲法就是讲这物件是为中国的实验室了，对啦，要做生化武器造出来啦。啊，当然无承认啦。但中国吼最近吼发表一个科学论文吼，这个研究了，对啦，真无聊，叫全世界人都讲真无聊了，对啦。而且这个研究就是在甲大家讲了，对啦。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就是阮做的，就是阮用人工做出来。伊做些什么实验呢？伊从这个研发一种吼、哦、新冠的病毒，新变种的就对啦，会当好这个实验的鸟鼠就对啦，100%的死亡，死亡都100%，好、哦，伊安那呢？伊吼从这个伫这个穿山甲身躯顶吼发现的这个病毒株吼，这个 COVID-19 就是这个中国北斗武汉肺炎的病毒株了，对，改复制用生物科技。个突变，我突变了，对啦，突变了了咧，从伊安那呢，注入这个有人类的 DNA 基因的这个鸟鼠的身躯顶，而且接近人类 DNA 改造过的这个鸟鼠了，对，啊，注入伊身躯顶，好，啊，因真欢喜啦，随死啦，三天就跳起啦，哦，就赞了，对啦，讲这科学无发现了，对啦，这鸟鼠好衰，嘿，啊，这个实验用的鸟鼠了，对，啊，伊吼。另外哦，啊了了了呢，佮继续住八只，哦住八只了对啦，啊这八只了感染了第三天，现第六天拢翘起啊吼，你佮解剖四只了对，哦我的八只中四，哦八只嘛中四了对，啊伊就真欢喜了对，发表这个科学论文了对啦，从伊个重大发现了对啦，全世界科学家讲你头个怕，你也无聊，这是你心态，嘿，啊所以但是这个。康会就是安那，甲全世界证明讲，中国北方武汉肺炎就是阮做出来的病毒，迄无死人哦，后一届要死人啊，后一届我放出去了对啦，要互恁中死啊。啊，你做这个出来，都替我世界的去啊，甲他讲，你做这根本的诱敌，你做这个试验根本的诱敌无路用嘛。对，全部的人拢来讲，啊，你做这个试验是有啥物意义？这个别墅跟那，啊，你是证明你中国背后不安全，就是你做的嘛？对啊，嘿，这个别墅跟那讲吼，咱有当时啊，伫网络看到一挂少年家因啊，嘿，啊，就吊竿甲充电宝插伫迄个卡通啊，甲点无得拍成，咁要甲飞去安尼，啊，结果吼，充电宝点得嘛射袂出去，人嘛飞袂起去，啊，卡通更加乌麻麻安尼啊，你做这试验不是你做的？伊这个是，我感觉电话的意义是要甲全世界讲的，对啦。我做的你要怎样？后一次让他感染的时候，那不是关两冬了，让他中死，让他中死就对了，马上清洗了，他是这国家的变态。问题是中国管控的能力是有够歹的，是中国那就是要流出来，管控人民很厉害，但是从这个东西，你现在试验这个这个是原本的武汉肺炎，那个中国病毒更加重嘛，更加毒，而且还嚣张。啊，这个做啥？这嘛，你做啊，万不利啦！如果是中国，又个要捞出来。冇唔对，就是外国的科学家了，啊，都有中国吼，去美国的科学家嘛，安尼讲了，就讲，伊这个试验的报告内底，并冇讲伊是虾米实验室内底做，这实验室安全性话，我冇讲了，对吧？啊，反正那鸟鼠个人提起菜市啊，嗰啲卖咧。你讲，所以这中国人，伊的意思，讲这中国的科学家哦，完全是。
唔知你创啥啦？第二次国家，即系简单讲就是啊，经验专业拢不足啦。阿妈无边啊，无迄个非常有专业嘅人，而家咧咁教导，哎，你拖你乌白创业，弄安尼啦。我应该是安尼讲吼。即侬即讲即以前因中共吼上海有一条迄个啥高铁啦，系高铁是叫日本人吼啊来跟技术合作嘅啦。是啊，叫做啊，但是含中国社会嘛，做做到一半已经强要完成啊。中国政府同我家日本政府讲，我唔要拿我家来做，我这技术看红我弄个样啊，同我落去家做，啊叫做做我哪有做起来，做唔知几当后两架高铁，我因为迄个时间上算未到啊，我面对面烧弄，弄就死寡些人。冇去，你那烧弄超起吼，我那死未超过十六个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哦，弄安全，冇问题，都有弄着弄较大吼，十六个。啊，就带大的尔，就拖家时间带，系啊，就拖家带大。你叫卡的，迄个高铁的，迄个车厢全部要紧。所以人，我不管，我挂号拢带落去。我不管吼，车坐话满就对啦。上尾啊，挑起的人数拢是十六人，十六个。含阮中国北都不管肺炎，伫中国吼，拢无人感染，嘛拢无人挑起就对啦。你看的一切拢是假。啊，就偏偏呢，咱台湾有一个国动，含一个国民动性格价格啊，里面。啊，这个肺炎其实另外一个。用意就是要全世界呛声，呛毒啦，呛声就是讲，这届吼感染未死就对啦，互恁安尼痛苦两冬，了后一届吼放出去了，互恁中死啊啦，这敢那有瘾啦呢？啊，这安尼国际上也无多啊，系啊，哦，啊大家也未卡济，全部做起来，不过人均甲弄弄的，吼。来来来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先进一个广告吼，啊，建良和林平嘉宾的吼，来，按进广告，随个倒腾来，来建良继续来。是，啊，咱过来看另外一个少的国家啦吼，另外一个少的国家叫北韩嘛，北韩嘛对啦，北韩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就是伊咧发生一阵这个十六岁的囡仔就对啦，十六岁囡仔在校园内底直接互上手铐。甲炸走，是，嘿，是啊，哪会安尼呢？因为呢，因来看这个韩剧啦，因看偷看韩剧的，对，去用抓着安尼，啊，去用当民众的手吼，甲上铐，甲抓走，十二年的劳改，十二年劳改，十六岁的少年囡啊，对，哎呀，伊讲你啦，看美国的美剧了，对啦，无判遐重。看韩剧看较重，吼、哦！伊讲因为因无深刻的反省，吼、哦！这军警认为讲你这无深刻的反省，了呢，政府吼、哦、宣传的考核安那讲，这个腐败的傀儡政府，南韩了对，一文化了对，已经看来跟咱青少年的族群来对，因才十六岁尔。就毁掉家己的未来就对了，去看韩剧啊，毁掉家己的未来。也没看人南韩进步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，不管啦，北韩就对了，北韩有禁止民众看南韩的娱乐节目，以上当呢，以前叫做腐化人心的影片呐，娱乐节目就对了。上悬的刑度是啥物呢？死刑。你啊看南韩的娱乐节目就对了，判死刑。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。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温泉，现在出发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，打卡绝美灯饰，温室超萌水豚，消费满额还可以兑换限量好礼，还有温泉市集、路跑及亲子电影院，一系列疗愈活动等你来体验。详情上网搜寻2023屏东四重溪温泉季。屏东县政府广告。浓烟是火场杀手，火灾时向下逃生，楼梯没有烟时还可以继续向下逃生，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，关门并将门缝塞紧，阻绝烟雾。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，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，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，打119求救，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。快乐联播网关心您。预防流感，大家要注意哦。
卡着用三本洗手，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，爱挂嘴暗，拍卡手爱用面纸，也是手巾啊，加嘴胶片啊，扎嘞，或者是用手唔代替。甲别人讲话，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。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，爱马上去给医生看。伫咧厝歇困，卖上班，卖上课哦。防治做了好，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。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某诶。政府甲敢是来讲，咱的汽机车燃料费还袂高呢。汽机车燃料费，不过咱厝内无车啊。对呢。诈骗感情这么多，政府建立111感情来防止诈骗，看清楚来信号码是111，才会当确保是政府感情。哦，111真好记。政府甲咱的钱怎样收条条，你要看清楚111。以上广告由社会发展部提供。家族旅游、员工旅游、公司工厂交通车，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，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？你的问题，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。观光旅游、工厂交通接驳、各式活动用车，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，找全球巴士就对了。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，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，平价优惠。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-831-9037，831-9037。快乐联播网，快乐狗狗屏97.5，快乐混家人92.3，快乐左代中89.5，快乐左代棒89.3，快乐华灯98.3，快乐配偶96.7，快乐红虾91.3，快乐在玩精彩无限，快乐联播网。现在时间9点整。点点的酒杯，有满满的记忆。的雨水是我的心中的泪，就是这么泪这么痛，伤心看不起在心底疼，在脑中无休困。到今仔情歌写咱的酒桌，爱你的我搁等伫这，半暝啊风声欺负我无伴，算算我找听我心肝。伊也甲无的家人伴，亲像今夜足孤单。在这半暝啊风声欺负我无伴，算算我找听我心肝。今夜甲无的家人伴，亲像今夜足孤单的我，另外的意外听众朋友啊，水气若要够用，水气花爱心够用，喙齿患若用，喙齿自然就知。我十几年前牙周病严重，我嘛真烦恼。
但是好佳哉，我用着白沙湾齿膏，十几天后医生讲我齿患是健康的。听众朋友，赶紧来个使用白沙湾齿膏、白沙湾牙膏。叫回专线，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，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，感谢。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，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《奇幻真台湾》台语文囡仔个 CD 绘本的第二集。一个记住伫旧年，咱有介绍《奇幻真台湾》的第一集，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伊个囡仔孙阿听。今年发行的第二集，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。第二集呢，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、作家渔夫，也够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，来讲囡仔个，予咱的囡仔听。咱卖个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，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。这次由嘉南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，有三个故事。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，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，一个有台南喜鹊啊流传200年的古旧故事，包括顶一本《魔神啊传奇故事》的续集。规本呢有96页，拢总是彩色的印刷，一个副 CD，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。一本的册内底呢，一个有台语的汉字、罗马字的对照。收藏这本册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。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，价钱呢1150元。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，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：0800-558-969，0800-558-969。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，册送到厝才立钱，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，提供给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界大的优待。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，想要两集做回来注文呢，两本只要1600元。想要给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，咱推荐一本。奇幻真台湾第二集，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：0800-558-969，0800-558-969，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，感谢。0800-558-668，这支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。来，听众朋友，咱信鸿公司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。咱周年庆活动，咱一处各类信鸿公司产品独家送3罐以外呢，咱周年庆活动买10罐的朋友哦。你一旦经动完16分的电子歌一台，你要经欧姆龙啊血压机一台，你个经6777正台湾制造人工棉被一领，这拢会用尽。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锁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、软骨锁，30粒，咱这回周年庆，你一旦搁再加经30粒到60粒的产品。60粒无，咱周年庆才有哦吼，咱周年庆过来的个吼，恢复原本的锦上红色啊吼，咱大家好好把握。啊，拄只数量表精品就是顶一摊未完成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我们各位信山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一款以外，同款在这个周年庆活动，咱有吼杀出大礼，买来锦上，可能买五款的朋友，买五款的朋友呢，咱一回一趟甲挑选呢。
来个金啊，原本藏伫十盘只做精品的信山公司三十粒装的产品，有惠安锁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两个锁三十粒。咱买五款的朋友，今年庆的话，等你完了一旦来个金这个三十粒装，可以做成精品哦。这今年庆的时阵只有两年了吼，咱来当喝喝吧。当然买五款的朋友呢，你买当个金白天也袂新鲜，而且个单手把汤锅一支，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。金白沙湾起个一条，你要甲金吼啊，即、这个冰糖燕窝一打，金大香的螃蟹一打，你要金无烦气的洗头毛巾一罐，金无烦气的洗衫巾一包，拢总可以会使啦吼。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这边，咱们有请听众朋友来做来欣赏这首歌曲《冰冻陈先生》，来点部分功劳苏燕秋的歌曲《年起的流浪人》。我是要想你的
好嘞，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，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，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啊，咱上咱公司呢，就你做活动持续进行当中哦，哈。好来，啊，咱今麦呢，啊，佮等来到咱节目现场，节目现场，大南公园地号，咱电调建良啦，哈。好来，建良请来。是，所以讲，头过咱讲了，另外这个笑一个甲北韩了，对啦，这看韩剧了，对啦，相关哦。爱看新型嘛？是啊 ，BBC 有来报道讲，你若说偷看美国戏剧了，就迄种掠着了，对啦。你会当透过啥货？透过回落啦，去甲别去甲别乌西啦，啊，了了就无做啦。啊，北韩的人有钱当乌西啊？嘿，不管就是你若有法度了，对啦，有本事了，爱去撞来啊，哦，啊吼，但是。你若偷看韩国的就对啦，死刑，死刑，微死刑了对，而且十二当都改哦，算讲真自卑啦，意思就真自卑了，因为法令起码是规定是相关是死刑啦。啊，谁来看？谁来看？对韩国的特别看去一下俩。一共这以上嘞，一共这是腐化人心的影片呐。早前中国对咱台湾的影片嘛是安尼讲的。啊，这个。因为是安那呢，因为这为安对北韩哦造出来的这个，因叫脱北者啦吼，有接受记者的访问，讲是安那因来惊看韩剧吼，因为吼，伊讲伫因自细汉的教育含认知内底哦，南韩是一个比阮北韩生活搁较歹的所在，真安那浓哦，真歹就对啦，啊这含咱以前有想无，咱以前拢讲中国安那。因这个人民肯树根，爱了爱水深火热，所以爱去解救这个中国大陆的同胞了，对啦。金蕉皮是咱啦，伊讲咱食金蕉皮啦，啊，咱讲肯树根啦，啊，咱的金蕉皮最大，食金蕉皮，咱的金蕉皮。对吼，嘿，我无想到呢，哇，金蕉拢滴在食，嘿，一起滴，啊，人拢食金蕉皮，啊，你营养了，咱拢讲营养啦，咱以前细汉读册拢讲营养，肯树根，我爱读一个以前哦，以前我就放这个。南海血书，南海血书哈，不然假哈，不然他定是假，国民党这，国民党这个假了对，啊，因为这武汉跟武汉了对啦，我们写过几篇论文，你讲这了对，啊，伊写个武汉的，伊这吼，伊这南海血书吼，规张了对啦，人家讲啊，这张要用火写个了吼，这样差不多死啊，啊，第二吼是安那呢，伊是一个。台湾的渔民吼，伫这个南海的岛捡到啦，捡到了对啊，是拢是像落伫个囡仔内底啊捡到，哦啊，这写了互伊真感动啊，伊家这个刊出来，甲写出来那了对啊，我心内想讲啊，伊进前，但是伊前后矛盾了对，伊讲吼，这是讲因为这个渔民看有这个越南文看越南文了对，啊，叫伊看出来叫中文的啦，啊，老师啊，啊，佮翻译啦，我第一个想着讲，我这台湾渔民、屏东渔民啊，水准遮悬啊，吼，佮要越南语的对啦，越南语我了对啊，吼，佮也要翻译啦，翻译中文，你啊那出来一定要变中文啦，变唔干嘛咧上行？我咧唔会，你翻译个人。欸，可能有那样会啦，啊，不会，唔知那解释，我唔知啊，就是出来一张就中文的，那中文的，有那真咸吗？我这个越南人就对啦，想袂到受到共产党的迫害，但是，说我变也要写中文啦，啊，要求啊，原来讲越南语就对啦，怎么说也要写中文啦，啊，规批拢喊过了对啦，啊，这个其实很北韩同款，啊，所以北韩的搞这样子，大部分人拢认为啊呐，南韩拢活伫这个水深火热。南北韩生活就好，就富裕，大概这就是，这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别啦，吼。哎，侬讲这种物件是毒品啦，这种那个南韩的戏剧吼，是一种毒品，你若输了会死就对啦。所以因就禁止来看南韩的影片，啊，这代志吼，真正发生了对，啊，但是。真少有影片会传出来国外，啊，这个唔知是安那样传出来吼，啊，这是北韩另外一个韩国的国家了对。啊，上尾啊，过来看这个
咱中南美洲唯一的村的一个邦交国，叫做瓜地马拉啦。瓜地马拉，啊，伊这新的总统了，对，上任，新的总统上任哦。啊，新任的总统对，面对着真大的挑战了，对啦。伊吼，伊主张吼，要来这个向乌金了，对啦，向这个贪腐来挑战了，对啦。啊，因这真含国家真含哦，伊原来是早了应该要上任嘛，但是因为反对党哦，未爽伊上任，所以。高阶这个法官就对了，底下个乌龙几个月了，对，可以袂当上任了，对了。啊，然后了了吼，然后了上尾啊吼，有23个，有23个，这个这因的党了，对，因的这个小党，伊是小党，因是上大党，是。伫咧国会内底吼，有23个，有一定人了，对，一定议员吼，国会议员因为贪污了，叫用这个叫用掠了，对了啊。要来辩论了，到底应该个议员的资格，按人家拖了就拖回面，当这个上任了对，拖一拖到尾也上任嘛。伊讲哦，伊要来伊正式伫这个就职的顶头宣布讲哦，伊要来向这个贪污腐败的对啦，来这个来啊那来对这个贪污腐败的要做功夫，要来处理了对啦。哇这！伊吼，伊个胜算了，对，叫瓜地马拉的即个民众吼，啊个美国吼，形容做一个浑水岭，就是为即开始以前拢安那，以前政治点政规点的，大家都贪污啦，大家贪污腐败红掠了，对，为红掠，为无走去国外啦，为无掠了，对，啊，瓜地马拉吼，去红列做吼，全世界上贪污腐败的国家之一啦，吼，啊，即伊是。中南美洲内底吼上无平等的国家，啊，暴力犯罪的比例真高呐，所以每时当中超过10万人了，对啊，要走去美国，吼，超过10万了，对啊，所以美国那真困扰了，对啊，这10万人拢要硬逃到去美国了，对啊，啊，这个国家吼贪污腐败的这个的丑闻不断呐，吼，啊，这个希望这个新的政府了，拜登嘛，工作这个新的这个。总统了对啦，吼，是不是这个一党来真正来打击这个贪污腐败的总统吼？啊，因这个国家吼实在是足贪污腐败，啊，这个总统吼，真有可能伫五里狂的时阵吼，会来台湾参加这个热清点的世界大战的对，伊是来为了这个，啊，伊即款吼世界瞩目对啦，是啊唔过吼，唔知咁咪来了了，我袂当等伊吼。讲政变吼，啊，这实在是，因这国家吼，真正是因迄个所在，真正贪污腐败啦，足害了对啦。我朋友吼，伫外交单位吼，啊，去伫遐了对啦。啊，伊讲伊住伫遐时，拢爱安那呢，拢出门吼，一出门了对啦，伊车啦开出门吼。家伫路边停车，是，哎，拢啊，一出门来随锁起来，下下门我关起来锁起来，哦，未使迄落，啊，车哦，路人茫停，茫我未停啦，对啦，啊，你要超市就对啦，拢直接超市吼，是，你为着为这个迄落入面，为这个为什么会呢？为停车场之类的，是，你停车场警卫啊，啊，伊讲因住伫遐吼，厝里我啊落车。保镖含警卫啊，门口也切，吼，无吼出大事了，吼，啊，这因拢无啥敢买物件，啊，伊就我讲，伊就不跟我讲，啊，伊去菜市啊买这个猪肉倒来吼，买猪肉倒来了了吼，第一家去打去也是唔知，买猪肉倒来，买煮了吼，啊，真了煮了，我说起泡啦，哦，起泡。起泡啦，你睇下像我哋西山嘅起泡啊。啊，啲舞会最打跌倒搓搓做唔成嘅，你嘛，咱咩做？我依个嘅起泡唔是依种起泡，是哦，是就睇下像我哋西山有无？哦，我就衰啦，唔是雪花嘅，你知起起诶，即个啥地方做嘅有会嘛？会做嘅雪花泡，泡泡嘛？迄泡泡是一点点嘛？一点嘛不是啦，伊是迄个泡泡嗰个起泡啦，是蓝色粉粉，你知嘛？就对啦。这个话然后，真正蓝色粉粉啊。啊！其他男生来问咧，买下啥呀？因为低草啊，拢翘起嘛，湿地啊吧啦，啊草了了，伊哪呐？都什么什么粉？什么粉呐？啊碎啊！啊碎有块臭，啊碎啊嘿嘿，啊碎有臭一毛呀咧！结果买得来了了，发现迄拢什么粉，做唔到了对。啊，出老贵价钱，买下好，底下好实在是，那买下哪呢？以后日本人，底下好开农场。
是，哦，因为日本人数量较侪吼，啊，日本人、韩国人、台湾人的大使馆拢伫遐附近，嗯，啊，就每一工吼，差不多三工啊五工，迄因咧开迄个像咱咧做兵的小蜜蜂的车了，滋开在大使馆遐边。肉啦、菜啦，即个物件好啊！大家伊讲吼，日本、韩国、台湾，大家去抢啊！去抢遐肉了，对啦！伊讲好啊，无即个肉袂用钱。伊讲遐肉倒来吼，爱迄落洗只骨了，对，洗甲无破，太用钱。啊，无破了了，佫袂食，就佫去看一下了，对啦。讲把刀拢来甲日本人买。啊，所以你也看这个国家吼，五花肉啦，食肉了，对，了食肉了，对。啊，当然的人民的生活唔介好啦，唔是介好。啊，我到咱的一挂邦交国拢这种国家吼，拢这种奇怪怪的国家了，对。啊，这个新总统已经来就职啦，啊，伊就职进前了，对啦，冇来含吴钊燮见，好，冇含吴钊燮来会谈了，对啦，好，要谈双方的这个经贸关系了，对啦，伊看起来是冇，目前看起来是冇讲要去含中国啦，吼，因为选举过程啊，对含中国有咧迄落了，对啦，含对手啦，吼，好，啊，所以目前看起来一个唔知道，但是伊搞好多改革就对啦。这个物件呢，当然美国真期待啦，伊是上少是第一个敢画啦。哦，以前是拢唔敢画，以前因为个人嘛，拢起来拢贪污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这个是第一个就对啦，起来有化工要来处理贪污的，对。好，啊，这个国家吼，我看全部拢爱用贪污的，科技可能拢爱用贪污的，无拢袂过就对啦。啊，这是咱的邦交国啦，吼，邦交国，啊，这个总统真有可能520的啦，目前应该是个邀请吼，啊，但是唔知会来不，唔知目前有可能是有可能出门总统是要来邀请吼，希望会当来吼来参加吼，啊，这是几个这个国际新闻吼，和大家了解一下吼，是啦，大家了解，啊，上尾啊，就是中国啦，中国的这个近20年来的经济数字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愈来愈慢。啊，今年吼、哦、勉强维持伫个5.2%，5%啦，吼5%。啊，当然，哎，讲啊，台湾拢3%几%呢，啊，你5%就管啦，不？还是因这种的叫做未开发的，还是开发中的国家了，对啦。因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拢是10%起跳，是。吼、哦，那5%是差不多得了。嗯。啊，台湾这种已经是经济成长了，一个程度吼，差不多了2-3%。咱知影中国变到武汉去啊，咪是啦。全世界拢是负吼、哦。是。负的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国原来是负的，但是台湾是正的，我们是正的，唯一正的国家吼、哦。啊，大家，但是呢。中国了对，发布这个5%了对，叫做保五啦，叫做保五行动要保五了对啦。啊，外国的某些大概拢认为讲吼，5%吼，差不多要乌油去啊。是。5%啦，对伊来讲就是真保守，无意外了对啦。啊，经济学家认为讲这吼，这中国的经济吼，一直不断的落了对啦，不断的落了对啦。啊，伊大学生的毕业薪水了对啦，近60%了对啦。给伊26,000啦，啊，这个失业率就对啦，嘛已经有超过要将近一半了对啦，啊，所以其实吼、哦，其实伊呢，这个地方的债务嘛，愈来愈严重对，啊，所以到底中国的经济吼、哦，大幅的这个救助就对啦。啊！伊讲伊永远拢无可能，就是即个路透社来讲了，对个。中国永远拢无可能好呀，永远拢无可能好呀。伊讲的是一般人，吼、是爱好呀人嘛，吼、啊！伊个12月就对啦，诶，新的即个失业率就对啦，失业率是数字，唔是真正，吼、失业率，少年人的失业率是14.9%啦，14.9%啦。但是即个统计数字就对啦，有将先将6,200,000人来排毒。排毒出来，它叫14.9%，所以真正所以我头下讲的，可能超过一半，超过一半。你、就是讲，你啊看哦，一排毒的失业的人口有6,200,000人，比台湾的人数啊多，比总台湾的台湾还2,300,000+人，有6,500,000的少年人了，失业了对啦。啊，这个无包含的14.9%的，好啊，你啊看这。这失业率会真高了，就相当高了，对。啊，这是即马中国的经营，所以你呐好野山，有哪差真多吼，有哪差真多。你啊看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咱外国人吼，较唔知影。那以咱台湾人，中国自古以来的书，咱来看真侪特格戏啊啦。因差不多都是做大多数，拢是接受人咧做什么的大富翁啦，对，做什么，因咧做什么官贵啦，大财主都接受人。
其他绝大多数人就是拢三 P P， 拢三家人。那你只看好贵有一块红，然后进货啊，那无通常拢做电农啊。是啊，主管来就是安尼啊。是啊，主管起码嘛是台湾的安尼啊。系，唔是其他。啊，官员上好嘅。系对啦。哦，做官做官系拢好嘅啦。古早诶，中国人读册是为着要做官好嘅。因拢读册拢是为着做官。啊，要好嘅。系，你好嘅阿东人，你爱派戏爱经调人嘛？系，你派戏人经调人，我来做。是啦是啦，你得落台嘛？所以啊，你看叫我们的什么贬值啊，贬到什么边疆有诶无诶无安尼？这个中国文化，啊、这个中国文化吼，所以自古以来就是安尼啊。系，所以吼，这个这咱吼爱咱上好就是爱离中国，吼，咱即摆问题是离中国上近，离天堂上远嘛。是吼，所以我到台湾就是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哦，命运是如此哈，所以中国人隔壁也蛮多。命是安那开安尼呢，因为台湾就是有两栋啊，原本是一栋，怎么变两栋？两栋就是干嘛？要去做中国的奴才啦。啊，信中国信个价格啊，这两栋如果恁那家己经营恁的栋，安那经营恁到代志无要紧。啊，那过台湾对抗中国的，含民进党徛社会为了对啦。台湾今天去面对这中国做好做好面对啦，真侪人拢讲台湾这民主国家啦，选举吼是民主的选举啦。我要安尼讲啦，真正是讲台湾是民主国家无唔对，但是民主国家有分真侪种啦。咱考试嘛，我迄个考六十分，咱考八十分啦。对啊对啊。哦嘛，我迄个五十分无及格啦。台湾以前是无及格，但是台湾即马上最是上悬是差不多六十分尔。是。就是讲打点要及格啦，打及格尔。是安那讲呢？是那及格，就是因为咱有。咱有民主选举的制度，啊，这个制度看起来目前为止拢还阁真公平嘛，未作弊啊，无像以前国民党安尼为非乱作了对啦，作弊啦，等等的什么南山来拢有了对，无这情形大无，所以咱唔要达到六十分的这个及格标准了对，但是现在加了六十分拢未去哩，真简单啦，就是讲。台湾若要正做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话就对啦，安尼是那恁的国家内底选举的政党，佮有其他无共的政党就对啦。安那伊的认同的对象是对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是台湾的。啊，这个真奇怪呢！你讲你这国家选举，啊，恁的口口声声拢化工利用中华民国去拿伫台湾的选举，结果你认同的是对面的国，感觉恁。中华民国是什么瓦罕子了对啦吼，就是无认同台湾的，而且对话了对，而且中国啊，这真奇怪嘞。对啊，好，非常感谢啦吼，啊，咱时间的关系，咱先来甲进一段广告，稍等下再去等下节目现场，感谢您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。来接下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。而且啊，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，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。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，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。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。这超临界催促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。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，日本啊、韩国、包括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。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，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多，伊有红素、玉米红素，包括花青素、小明草，包括吼啊决明子、黑油等等等等，真侪行的物件。这所有的物件，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。会为了对了啦，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起来配方，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。啊，所以咱啊尾巴啊，咱尾巴药厂吼啊，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起来的物件，这是目前上盖新、上盖安全，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。
听众朋友，咱平常时啊，你都感觉讲有时咧在减退，白内障、老花眼、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退化、老白油、白眼症、大眼睛等等，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，你拢会当来搞挖科。来个挖课吼，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如果你那是讲吼，啊，时常咧用电脑啦、耍手机啊、来看电视的朋友，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大家拢爱看，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，较容易损害到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啊，长期间吼，比如好你走外部，不管你跳多摆，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，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，这真好。但是如果你啊长期间咱咧落来，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。恁拢有可能吼，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着白内障，吼白内障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，一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、你的视野吼，是咧看遐物件的人，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。啊，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。来，这所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，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。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，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。啊，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，就是软骨加元，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。这个乙烯葡萄糖胺，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。硬骨，包括咧制作吼，咱关节吼凹翘，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，也是讲脚的部分，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，制作以骨长骨长，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，吼会当润骨，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，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，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，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，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，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长，而且功能会减退，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，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，伤个头少，还是根本你无在掉，人去分泌骨长啊。你当来个挖去吼，咱圣山的软骨素，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做着骨长骨长。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，咱的手翘、咱的脚翘、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，真容易会去损害掉。简单讲的是吼，你打手咧磨吼，你迄个软骨咧去磨下去，啊磨下去就缩了去，你就磨着顶骨，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。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连得。同小分子加元两百，包括维生素 C， 也个人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，也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。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，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，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。当然有真侪啊，迄、那个产品啊，伊拢强调讲话，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，补充什么钙？当然迄是吼，因所啊因的认为。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，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就对了。所以用这话跟人台中朋友，有人台介绍我非常清楚了，对吼，非常详细吼。初分啊，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，非常详细。软骨素加一点点的两个第二代了，对。除了在塞宾以外，信兰公司还有希乐通，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。这灯啊，无清理是袂使一个了。怎么这灯啊白听哦？你家想看我这就对，惊死人！好嘞吼，所以用许多啊，经常听说许多通全部第一了，灯啊白清理就对。这个是加拿大信任公司，我就这个许多通，这另外就传研发的就对。阿和技术，他都要人工阿和技术，就是种物件。所以用许多话，我恁灯啊清理，卡袂去记得这灯啊白听。这非常清楚的对吼，所以阿个人脑部血流清，这血液吼未使回脑壳，血液啊脑壳对啦，像咱一条狗啊，你感觉就对，脑壳也塌，开始惊人杂质就对啦，有诶物件就也开始塌，一条狗啊就未通，未通就归臭哦，做上去话，咱血更感觉意思了对，那要塌掉了对啦吼，有关系咱走皮肤啊，别闹哩，看别那头。在心中看不到，后尾的血不通，在脚不通了，
去把它清净了呢。所以用几多，这五宝虚六千块价哈，宝顺根、南树冰露、钙合三冰的店哈啊，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？讲宝顺根、惠阳所，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，台湾多多多。电台改咱在做的呢，微软接管就关火咱做安尼样样吼，所以主要这三边以外，咱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。有人不了解，拍电话做详细询问，0800-0500-6688，0800-0500-6688，这个电话是咱三国民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吼。那咱新南公司啊，这个时阵等在做周年庆活动，做周年庆的活动过程当中，拢会发出一寡啊大类的奖品，要来回馈赠送给咱每个款、每十款的朋友。周年庆活动，咱个别十款的朋友呢，都加上三款以外，咱会当加吼挑选动员十人份的电子歌一台，你要经欧姆龙啊，这个血压机一台，这马上就应景。经啊，6777加咱台湾制作人工米米粕一领，这拢会当。这个是当熟悉吼，你加吼当少吼。当然你要加啊，你要啊，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锁、金立明、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两骨锁。咱周年庆的过程当中，咱这到买十罐的朋友，你会当加经60粒。金六十了，无金六十了，互你做精品吼。即周年庆过程当中，则有咱啊周年庆过完刷了，咱就阁恢复原本的正常模式。所以咱大家会当那个好好把握啦吼。啊，拄则所念到遐个精品呢，就是金一行未完结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我们个别生产公司产品的五款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一款以外，同款伫周年庆的过程当中有一款吼啊，即、这个精品大类，变来正常我们每五款的朋友。美国馆的朋友呢，你这回我来咱个经典，原本坑伫十段接受精品的信山公司30粒装的惠安锁、金立明、宝顺健、喜乐通、喜乐清，能够锁30粒。咱这回美国馆的朋友，今年肯定买单经典30粒的信山公司产品，努力做精品哦。你别个经啊，单锁把汤锅一支，做白提也未新鲜，那这拢会用心。你别经这个白提也未新鲜的保温杯一支。金白素丸起锅一条，金冰糖燕窝一打，你比较金大型的胖子一打，金无烦气的洗头毛巾一罐，无烦气的洗发精一包，拢总可以会使啦吼。咱一道金一行微关节，0800-0500-6688，感谢。来，非常感谢咱即摆又搁登个节目现场啦吼，啊，今日去拜年呢，来搞咱节目现场，委员是咱台湾市国民地科执行长黄建良教授来咱继续请。是，安好啊，来讲到这个，讲到这个南北吼，而且咱就登来讲，大家真惊这个寡冻啊，吼，大家拢真惊寡冻啊，顶回了嘛，我甲大家分析过。寡冻的这些替换就对了，但是吼，我个人感觉讲吼，咱唔免这样那烦恼啦，吼，唔这样烦恼。我所谓唔免这样烦恼，唔是讲无爱算的少年票，是讲这些寡混就对了，大家唔免这样烦恼，讲哇他妈愈来愈衰安尼个，我安尼讲吼，大家想看卖吼，四当前有偌济人是寡混。嗯，第一个选的台北市长，好，全国的瓜分看偌济，哇，大家拢感觉瓜分顶这非典型政治要赞啦，大家支持啦，感觉讲真话啦，但是有偌济人觉醒，吼，差不多有90%的人讲，我靠，这个人来安尼啊，所以感觉人总是大汉，是，好，这囡仔。你好，17、18岁，16、16岁，学校内底啊，同学安尼讲啊，政治人物都不讲真话哦，阿伯拢讲真话啊，哦，阿伯足实在啊呢，讲哇，感觉足赞。出社会了吼，20岁、20多岁出社会找工过了，你就发现讲搞的啊，不是伊讲的安尼，拜托的，那要讲迄落台湾帮家。帮家厝税拢足悬，迄我咪要讲，迄下你阿伯讲，我咪要讲啊，我咪足好讲啊。
对不？啊，厝买不起，因为我嘛知影买不起啊，大家嘛知影买不起。等下别人讲阿姐，不是阿伯阿姐嘛要讲啊，你菜市啊阿妈嘛要讲啊，阿上辈菜辈鱼的我嘛要讲，个边阿我讲嘞，对不？哪位批评上没有？哦，但是咱不是选一个总统，还选一个去政界要来批评的啦。你也话讲你边阿做啦，所以少年人伊会大汉，大汉了以后，唔够我来细汉才幼稚啦。支持这个国栋，哎，现在也支持国栋，有两个物件真重要。第一个物件是台湾的学生普遍拢无历史感，就是安尼。即马今仔日吼支持国栋的。诶，少年人吼，即二十岁少年人，我甲大家讲吼，十当前发生即个太阳花事件的时阵，大家以前都感觉台湾无救啊，吼，那一句话签落去就对啦，吼，啊，台湾讲无救啊就对啦，啊，无救啊了了，结果说发生太阳花运动啊，迄时少年人挤出来弄落去就对啦，哇，所以规国民党啊变了，我认为，但是大家想吼，这已经超过十当啊，十当前的代志啊，吼，啊。我按你讲吼，起码二十岁才寡混了对啦，迄个时阵了对啦。我来讲，迄个时阵，伊一个咧安那，一个咧读幼点，伊都上最读国小，我一个咧食牛奶诶，系啊，伊都要未，伊都要未大汉诶，十六岁、二十岁才少年人啊，伊根本就连太阳花都唔知，伊都无经验着嘛所以出世诶时代，你来讲太阳花运动。伊唔知，伊百合当然都唔知啊，太阳花伊都唔知啊，对啊，所以伊已经是无共世代啊，已经都过一个世代去啊，所以你爱面对这台湾的社会的进步，这十当的世代已经过啊，太阳花这物件嘛已经过啊，所以起码系投票的人唔是遐个人啊，已经完全无共啊，啊，因是安那，因就是咱讲的抖音世代嘛，你这人爱快速。看迄个物件对，啊是不是安尼？你著爱去经营抖音那边拼，你忙做迄个红代志。我甲大家报告吼，是啊，我无认为讲，真侪人拢讲即个选举了对，真侪评论者拢伫网络顶头，或者是伫个电视顶头公开讲啊，这届的选举吼，是啊，八百几万票了对啦，剩五百几万减三百几万吼，就是安那呢，少年票拢无去啦。蔡英文迄个时阵，少年支持者拢无去，拢走去国党啊，安那安那，拢讲讲一寡这了对啦。啊，就是网络空战拍了无够啦，大概你若开电视甲看了对啦，你个差不多，名嘴拢安尼讲啦，差不多拢安尼讲，袂离开这个范围啦。拢安尼讲啦，我个人对这个讲法是较不以为然啦。我认为讲并唔是安尼，我几个是这个数字吼，大家看吼，咱来看这个落选的来对，那。因讲的就对，用网络就对了，来动算就对了。网络爱用足强就对了，空前吼少年人的投票，咱来比一下地吼，真来得用空前。结果落选的有偌济人？是，第一个叫赖品妤，哦，是不是落选？落选嘛，好、哦。第二个呢，林靖怡是不是落选？是，落选嘛，哦，伊是不是用网络用媒体？落用真多嘛，哦，落选。第三个呢？郑运鹏是不是落选？是，嘛是落选嘛，伊拢在做钢蛋啊，大家少年仔看甲足欢喜啊，大家票嘛投袂落去啊，嘛是无啊，你话讲安尼票咧开落去，会开得出来，开袂出来嘛？个人话是咧咧，伊嘛是做真侪公益的工会，搁去做职棒的联盟的会长，差一点啊，去哦，刮动啊变得，是，就是这个蔡启昌的代表，是不是？不要我那真危险。是不要安尼赢回，我哪有赢？但是是花较回样，好、啊。当然伊不要回防，发现讲这个代志了了回，倒来防守啦。啊，当然原因真多啦，伊有真多地方啊，搁这个卢秀燕呐、啊、钟文锦呐等等的问题，这咱无讨论，咱就就表面上来看，因这个名。网络上或者是这个一挂电视的名嘴咧讲，你就是空战没拍。我无否认讲空战真重要，一定爱拍。但是这个战法是安那，是陆战先行，做组织先行，行了要空战开始配合。啊，无在路上的影片是咧拍假的了，对吧？迄个是想空战。好、啊，但是呢。大清帝的做法是对陆战开始，你组织开始做了，对。他们都是啊，是安尼做的，较传统。这部分是传统，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吼，这届当选的拢是传统的。但是到我多传统啊，空前拢会当，拢会当做会做。有啊，台南的立委，高雄的立委不是吗？是。台南的立委是不是
大部分真侪人拢定咧上电视节目，包括电话啦，还是顺天啊啦，吼，伊是拢会定咧上电视节目。定位，定位啊，嘛是拢定咧上电视节目，但是因够因为安尼，无咧照顾基站，无咧行基站，无嘛。啊，无票是安那开出来，好、你是讲这个物件无冲突，是，唔通把这个物件讲起讲啊，你这拢无，你这拢无了对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，上重要啊是地方路面的作战，是，嘿，当然台北你讲大楼看袂着，迄咱无多，一定爱用文宣爱用迄落，但是一般来讲，重要就是这个票是对地方才登出来的，对。對包括总统嘛是一票一票投出来啦，不是空中投出来啦，选票拢不是安尼啦。好，啊，寡党的现在输咧，足简单嘛。你迄个选票都算未出来，你是咩样？但是咱有感觉哦，就是讲，即个选举来底呢，我有看过数字吼，即个集合场就对啦。咱也伫一个所在咧，有做势。大会了对啦，其实是有一挂大数据的数字，当算出遐人拢是几岁哦。啊，这我就不便讲这个来源吼。你讲这有真侪技术方法、科学方法，即马做得出来。我有看过这个大数字了对啦。寡党比这个寡党吼，诶，这个集会来对了对。伊嘛是拢有暗车，我坦白讲，伊嘛是有暗车啦，免多啊讲虾米人较好啦。无动员未使，无动员未使啦。但是呢。动员有真多，动员是真多是自愿的，真多是非自愿的啊。是。哦，啊，大部分动员是自愿、非自愿，这热情也有差嘛。嗯。哦，啊，当然，民进党有真多，不一定是自愿，但是上尾啊呢，这可以算计的。自愿的是去共招的啦。嘿。啊，非自愿的是去共招啦。嘿。尾啊吼，尾啊选前之夜，你带人我就感觉着撇开的出来是安那呢？是因为吼。当然，我就坦白讲，那是赶快话拢要咁车。站边去，就你个人去点。嘿嘿，我伫嗰啲后边，所以我知影，我哋后台啊，所以大概过点我拢知影，三点外以后开始就对。伊是安那咧，伊是原车有载问题啊，我完全未好哩嘛。嗯。但是伫迄场嘅人数内底吼，超过一半以上拢唔是原车载。嗯。第二是原车载嘅状况是安那咧，含以前动员唔同，是安尼咧，就是讲。哎，我参加选前之夜的台南，比如讲我伫较中卡，我住局镇，啊，我就敲电话啊，找阮遮的即个会议讲，啊，我才讲礼拜伫迄落呢，我佮人讲拜五暗伫迄落，伫安平呢，啊，阮遮真远哦，唔知你会有请人坐袂，当去无？好，我老人我想要去就对啦，我想要去，拢是家己敲，大部拢是家己敲电话去服务处，拜托啦，啊，恁请位了无？啊，无你几点来到位了？再来到位啊，咱做伙去啊，啊哈。用车吼，分车来啊咧，好啊，这个情形呢，是台湾啊，对啊，民进党、国民党辛苦，定其实拢有，拢有，有一个有热情的民众，但是这些人呢，普遍年龄人，你数字看起来都是六十岁以上，是，拢六十岁以上，好占大多数，但是寡党呢，是20。高会以下降太多数，这有点像，真的是不敢说的啦。来，非常感谢啦！吼，阿恁时间的关系，吼，咱爱心歇困一下，阿来个进一段这个广告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哎，是啊，所以其实吼，咱也是爱，不管哪哪，对，不管你有用网络不用网络，对，你是讲，应该是安尼讲哦。第一是因为即所有即嘛所用的网络的工具，包括什么 FB 啦，是哦，即系所有个赖以外。你在讲那个网络说吼，以前推特啊，即嘛改做啥 ？X 哦 ，X 什么意思？一个什么特殊意思？一个特亚推特又要背起来哦，啊，一个改一个马克思加一个 X， 一个头壳头壳有讲到的，一个头壳有讲到的。啊，你主要这一挂的，啊，这 X 啊，哥这个。这个后来即马即个脆吼，即个所谓物件的，我坦白甲大家讲啦，我即所谓工具网络所用的工具，你去开个啊侪钱，你都未比中国较高。是安那，虽然你要经营就对啦，啊，但是呢，你经营落去了了，甚至有人讲啊，咱嘛爱去抖音顶头开啊，你个嘛爱去抖音顶头面前啦，我甲大家报告，你若去抖音顶头面前，唔是未使。是你要先知啊，伊个机卡就是讲伊个物件叫做演算法，就是讲啥你会看到，伊未看到，伊个物件叫做演算法，就是伊内底有一套伊个电脑咧造的对，伊个算法的咧算讲
这个东西要让你看到，我要让你看到，什么人要看到，这个怎样，这个看不到他的处境，就是你敢不去点，你敢看不到你就不点了嘛，是是，什么人决定要让你看到，我要让你看到，头家嘛，是头家的背后都有什么人在控制，中国，哦，中国中国就对了，所以你就这样算就对了，但是什么人有用网站，我跟你说，比如说你要去抖音开一个那个，开一个那个就对了，开一个那个骂国民党的啦，骂国民党的啦，